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昨天迎来92岁生日。按照惯例，英国皇家礼炮队在伦敦塔桥和海德公园等地鸣响礼炮。温莎城堡守卫换岗的时候也奏响了生日快乐歌。据了解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每年呢有两个生日，其中4月21号是她真正的生日。但是呢，4月份英国的天气通常是阴雨连绵，不利于阅兵和大型庆典。那么英国王室于是就把女王的官方生日定在每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。